春吹雨荡荡。六福村。为什么我们今天来六福村？因为我们来蹭票。为什么？因为我们家有两只龙宝宝，那龙宝宝在这个年假到2月14号之前免费，然后所以只有妈妈要付钱，但妈妈有学生证，所以妈妈也可以买到便宜的票，费的票吧。所以我们要带米娅去她第一次的六福村。好吧 ，Let's go。我们要带着两只龙宝宝免费入关。两位成功免费入园，然后妈妈也成功买了学生证。我们算是今天进来最划算的，来三个人才花了600多块，我们花了699，玩了三个人。三个人，我们是爱趁便宜的小家子气家族。我很大气，我是小家子。那你多给我几个8800，让我去听演唱会。看一下这个巨大的扭蛋机。蜜芽不想玩，但是想玩的却是妈妈。怎样不行？是不是？哎呀，妈妈比蜜芽还怎样？保有童真之心。没关系，没关系。可是要先玩一下。对，让小朋友玩一下。嗯，他也是小朋友。我们是两个小朋友。来看看我扭到什么礼物。他就会用颗大红球，哇，好喜气的红球！来，看中大奖，大怒神五奖，看一下是什么？大怒神五奖，是在这里看吗？对。咖啡包，咖啡包，咖啡包，咖啡咖啡包，可以让爸爸泡咖啡。咖啡。那你回去再好好工作。是那种绿挂式的咖啡。好 ，OK， 好，谢谢，谢谢。我们获得3杯咖啡包，这是我获得，这就是一个 sign。现在爸爸回去喝咖啡，好好继续工作正经。那我现在就回去吧。蜜芽，奇怪吗？你敢玩大怒神吗？为什么？我都不敢玩。为什么？因为我没带。今天的特辑感觉可以把我们那天上次教的那个如何好好骂的脏话发挥的淋漓尽致。对啊，怎么你刚才为什么现在要刚刚有必要吗？刚刚我被吓音乐突然大声吓到，就不小心差点要出 F word。 看现场在教学。所以等一下就随着各种恐怖，我们的各种那种 degree 的 F word 啊WH word 啊，那我可以吗？你就可以用上次我们教的 nicer word nicer way to say it。那有兴趣的请看上方的连结。那要玩什么呢？风火轮。敢玩吗？敢。大家要陪我玩大怒神吗？可以。哇，这真是真爱呀。是。但我们其实没有害怕。他如果陪你玩就是真爱，因为他真的不敢玩。米娅愿意陪我玩吗？对不起，没有真爱。玩完了风火轮，身体不舒服的爸爸。
咖啡的 OK。这么热。这个真的不适合有年纪的人玩。刚才那个风火轮玩下来就有点反胃，有点想吐想吐了。然后再加上旋转木马。对。一下子让我这么强壮的身体变得弱不禁风。所以还是不要勉强自己，我们还是走走看看就好了。哎，看到爸爸阵亡，好笑。刚刚还是他约我们大家去坐风火轮的，结果第一个阵亡的是爸爸，但是真的很可怕。真的吗？其他们攻击我们，他说眼镜撑伞呢。抓到凶手了，就这群人。在里面他们是小笨蛋。来，我录下证据。我也可以吗？在里面他们再不买鱼。你看他有穿鱼，他都不喷了。你看，都不分，太过分了，让你上天还好了，我是。要不要拍拍我？我又晕了。申请猛兽，第一只就是这一只。什么东西？就我心的小猫咪，哎 ，Hello Kitty，Hello Kitty。哦，可以看我，可以看我。那看完猛兽区，有没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似曾相识，是不是？看到很多我的朋友们，对，雄壮威武。哪像我外强中干，真的。你可以抽水马达，还有语音小马达，它会震动。我也看这只，抽水马达。祝大家新的一年龙马精神，龙平安，龙健康，新年快乐，拜！新年快乐！喜欢我们的频道行，拜拜！快点玩了，有没有？